在过去，行政诉讼事件只会当伫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高等行政法院进行，伫离岛阁要跨海来处理。即马你唔免安尼，101年9月6号开始，司法制度新改革，各地方法院设置行政诉讼庭，交通裁决救济事件、简易诉讼定数事件、在地诉讼甲辅导，保障权利免烦恼。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专业服务好便民，司法院。